如果等一下比较正常的话，大概一点多，我们的机组就可以逐步上来。那燃煤气力机组，因为它启动时间比较慢，可能会拖到晚上或是明天。今天因为新达发电厂开关厂有一个设备故障，那这个设备故障呢，也造成那个龙起超压变电所那边有一些问题，所以整个南部地区的电力供应就出现了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正积极的在复电当中，那我们预估呢目前那个整个外部线路的电力大概已经逐步在恢复当中。那它恢复好把电送到我们电厂之后，那我们电厂会陆续启动我们的比较快速启动的呼吸换机组。那如果一切没有问题，我想在一个钟头之内，我们有9部可以运转的呼吸换机组就可以顺利的主台的逐步的发电。如果等一下比较正常的话，大概一点多，我们的机组就可以逐步上来。那燃煤气力机组，因为它启动时间比较慢，可能会拖到晚上或是明天，这是我们修复的一个状况来看。所以可能会拖到一天，有一些地区可能都没有电。应该整个系统电力供应如果足够的话，我想这个问题就可以排除。那这个问题，我希望这个也是需要由台电总公司这边来做回应。